拍，我这边做街拍，我觉得你挺好看的。真的吗？想给你拍个照片，可以吗？拍一个呗，把墨镜戴起来。好，来这边吧。戴墨镜就好了吧？行。我们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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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我镜头啊，看我镜头。非常好，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，对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啊，我加个微信。怎么称呼你？加西。加西，我在徐旭东。你要照片是吧？对。可以可以。嗨。嗯。我在这边做街拍，我觉得你挺好看的，想给你拍个照片。一分钟。怎样拍？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看我镜头，非常好。嗯、我这边有录视频。嗯，好。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。可以看看你的那个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怎么称呼你？嗯，张小姐，我叫徐旭东。好。拜拜。